对，喊到这里。哎，好。谢谢了，宝贝，你可以去死了。嗯，谢谢。他不会去。啊。好，还有一个机会，谁来？我们交往吧。OK， 五个字。你，你还太像了。好了，你试试这个。不好意思，啊，再来。谢谢。好的，谢谢谢谢。郑浩的中文还可以哦。那说到那个中国的文化，那我们雅虎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栏目，就是关于明星写毛笔字这个栏目。那来我这里的都不能放过，那外国人也不能放过。所以呢，下面我们就让粉丝看一看他写的毛笔字是什么样子的。你们没见过吧？OK， 我们准备一下。那我们现在已经准备好了我们的道具，那我们就请郑浩来大展身手一下吧。来，我们郑浩来写，我来出题，应该是《龙虎风云》。那因为对，那因为你是远道而来的外宾，所以我特例给你打印了一下，你可以照着写。好的。很紧张。好的，那我们来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。龙虎真的是大。跟着。对，我们的白先生，他的随行翻译，看了写的好不好看？很不错，很漂亮，对不对？那一会儿之后。之后给你们福利，可以跟一块合影，好不好？那来，好，可以放下了。谢。那刚才我们看到了这位帅哥写的毛笔字，那我们的粉丝呢，今天也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要送给他。那谁是代表呢？上来一下吧。鼓掌。那这个是大麦。就是第一，是专辑大卖，然后正好28号就是不要发新专辑嘛，所以请代表粉丝送他这大卖，预祝他专辑大卖。28日 Showcase 앨범대박나기를빕니다。啊，谢谢。谢谢。那个转了照张相也行。啊，真好看。对，这。再来一个，谢谢，谢谢。那最后呢，我们想请郑浩来宣传一下他3月28号的歌迷见面会，可以打个广告。来，3월 18일 쇼케이스 있잖아요홍보대사해달래요아3월 28일 저희 베이징에서 이제 첫 쇼케이스를 하게 됐는데 제 첫 쇼케이스인 만큼 제가 정말 긴장도 많이 되고 또 긴장도 많이 안 하려고 준비도 정말 많이 했습니다 정말 제가 많은 준비를 했고 정말 제 주위 분들도 정말 노력해서
열심히 준비한 만큼 많은 팬분들이 와주셔서 더 응원 많이 해주시고 또 동생 준수도 오니까 정말 많은 분들이 와주셔서 저희 응원해주시고 저 많이 사랑해주셨으면 좋겠습니다. 감사합니다. 진화说就是 3月28日 他在朝阳体育馆开首张专辑的 showcase， 然后同样他也好，他的弟弟俊秀也好，所有的工作人员已经付出了我们的全部，所以希望多多广大粉丝多多来参加。 给他们一些支持。好，那非常谢谢你接下来做客我们的雅虎嘉宾访谈室，然后也希望你的专辑大卖，一切都顺利，谢谢。